行行行，我下去拿一下。嗯，这个棒棒糖不许吃，不然你知道后果的。救命！大怪物，吃棒棒糖这么大，肯定不好吃。味道还行。我去，迷宫住嘴，赶紧做一个去。我回来了。四毛，你在家干什么呢？嘿嘿，我用垃圾拖住吧。算了，我先用吸尘器清理完再找你算账。哎，嘿嘿，终于做好了。我的棒棒糖呢？爸，在这呢，我怕家里进小偷，先给你收着呢。关你什么事？多管闲事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棒棒糖怎么一股烧饼的味道？好吃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吓我一跳！